今天再往回看的时候，共产党在用这个市场的武器无处不在，欧洲趴在地上还得说我爱着你，日本闭嘴不敢吱声，非洲彻底臣服，亚洲鸦雀无声，让干啥干啥，全条无条件配合啊。美国现在是不想承认自己被中共的这个市场的武器给强奸了，但是你承不承认 NBA 啊，还有美国的，包括你刚出现的耐克，包括一系列的什么红牛啊，包括这个意大利的、欧洲的，你像那最牛的道奇卡巴纳的最傲慢的几个设计师，最后承认错再承认错再承认错啊，中央电视台出来侮辱美国人啊，战友们，你们无法想象这对美国老百姓的冲击。说实在话，香港那么大的事儿也没这事儿影响大。